手游酷玩。终于天黑啦，可以开饭啦！哈哈哈，是啊是啊。外面有好多蚊子，但是我不怕，我有对付蚊子的办法。哈哈，这样蚊子就进不来了。门关得再严，我也能进来。那进不去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可恶的蚊子，我就脚趾落在外面你都能咬到我。我得想个办法让蚊子咬不到我落在外面的脚。我有办法了，看我怎么对付你。蚊子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